你非要赶我走是吧？丑八怪，一点都不可爱，一点都不可爱，丑死了。 你该走了。无论我做什么，说什么，你都要赶我走吗？是。我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了，你也要赶我走吗？玄玉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。玄玉，我到底是你的宠物还是玄玉的宠物啊？你一直以来不也说吗？ 姑娘，请，怎么样？房间还不错吧？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些银两，你先拿着用，如果不够，随时再来找我拿。谁稀罕你们这些东西啊？啊，可以换很多条鱼的。嗯，肚子好饿啊，值很多条鱼啊。